English。好，下一个是你成日讲的单字嚟嘅。成日讲个单字。系。即系有啲人讲完问完你啲嘢，跟住你就会有呢个单字，代表你明白咁样样咧。话我咁。系，估得啱啊！系系。阿姨 sorry, in English。啊，呢个系我做嘅工作嚟噶，而家。如果系笔试，通常要一个钟噶。系啊系啊，写作嗰一 part 系一个钟噶。好，仲有几题啫？呢个咧就系我而家工作嚟嘅。我喺头先讲过，我喺网上面同人哋做啲咩嘅四个字。网上做啊？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头先有问你，阿姨你会唔会揾我帮你咩啊咁样样？啲人咧，佢例如考要考 DSE 咧，佢哋咪去揾啲咩天王啊，跟住要去补习天王。系啦，系补习，跟住头两个字系补习老师。唔系乜乜补习，唔系公开嘅，系一对一嘅叫做。一对一系网上补习。这个好难添，这个有啲难去讲喎。咩咩嘅补习呢放唔放弃下一题啊？定系仲想估呢、这个？第一个字A B 跟住到咩啊 ？C 系啦系啦 ，C 人补习系啱啊，咁都估啱好。阿姨 sorry, in English. You finish your IG, you say. Say, goodbye. 嗯 ,bye. 哦好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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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啦拜拜。好啦拜拜。哦好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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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跟住咧呢、这个就系、是、又系一啲考试嘅类型嚟嘅，一个阅读理解入边咧，例如佢有一句啦，跟住佢中间咧空咗有条线，跟住你要写啲嘢上去，嗰啲叫做乜乜乜啊？阅读理解咩啊？写嗰啲文章啊？系啊系啊系啊！三个字定咩啊？三个字，有一句，跟住中间空咗，跟住佢就有条线，跟住你就要写啲嘢上去。中阅读理解写三个字。三个字啊？有啲人咧整容咧，佢想隆鼻咧，佢塞啲唔知咩物入去个鼻嗰度咧，嗰啲知唔知嗰啲叫做咩？物蜡啊？唔系，硬嘅咧，胶嚟嘅咧，嗰啲叫做乜？擦纸胶。擦纸胶。你咩唔知嘅啫？我哋放弃呢条，呢个有啲难啊！呢条我都讲唔到啦。呢个系填充题啊，知唔知系咩啊？我补充嗰啲。系啊，系啊，系啊。阿姨 sorry, in English。哎，这个好容易，这个两个字，阿姨你的粉丝有个名字，他们叫什么啊？是 fans 咯，是 fans 咯，是 fans 咯，是 fans 咯。不是，即是例如姜涛是姜糖啦 ，Anson Low 是神涛啦，咁阿姨你的fans是叫什么啊？即是几个字啊？两个字的，有你的名字其中一个字的。粉丝好伤心啊，唔知叫咩名字。叫做二 B 啊。但系冇英文字嘅，冇英文字嘅。有你个名字，另外一个字，唔系二，系另外一个字。女神，女神，女神，女神。你是女神。But you said, but you didn't have love. 你是女神，想再对对对吗？
得要说话。你个中文名中间嗰个字，影子啊，系啊，啱啊，啱啊，啱啊，好，下一题。Are you sorry in English？ 好，呢一个你最唔中意嘅，你头先讲咗好耐嘅，你话佢好衰咧，个样又好恶咧。哦，系样衰定系咩啊？唔系，你话佢个样好恶咯，话佢个人好衰咯。几多个字啊？三个字嘅，而家冇噶啦，之前有嘅你。话好样衰系咪？唔系，你话嗰位女士。你话佢个样好恶，咁佢系你边个啊？好讨厌。唔系，佢系你边个？之前嘅经理啊。啱啊。阿姨有人问你宝玉系咪无聊人哦？知啊，你话宝玉佢死咗啦，佢去咗天堂啦。佢你中意阿宝玉上天堂定落地就你啦。唔好问埋啲无谓嘢啦。阿宝玉又细过我，又唔啱玩。阿宝玉爆出嚟嘅话，我。是宝玉带我黑社会的，宝玉有活动都冇找我的，即是过去了，是的，我们的朋友都很憎他的，是的，即是人都说他性格不好的，是的，又食烟喝酒那些，你刚刚，即是我朋友那个小路女呢，见到宝玉想一巴冚佢嘅啫。之前呢，那个小路女就见到宝玉想一巴冚佢嘅啫，共憎佢。你睇恩开啦。Are you sorry in English? You post IG. You say story. You say in the beginning. Look here. Look at me. You will say what? 系啦。系。You say hi. Hi or five letters. Hi. Five letters. Hi or. 你话我系阿姨 ，before 我系阿姨 ，you say. 嗨咁样，好啦 ，next，OK，、okay.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系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姨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姨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姨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姨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姨啦 ，Are you sorry in English？下一个，哇，这个难啲喎，这个就是一种写作嚟嘅，咁三个字嘅一种类型嘅写作嘅类型嚟嘅，即係可能例如同人哋要嗌交嗌一样嘢嘅时候嗌交，跟住你同人哋即係係啦，字面应该点样讲嗌交啊，即系两个字定系咩？系三个字嘅乜乜乜，系一种写作嘅类型嚟嘅。即系嗌交啊？系啦，嗌交，我哋比较书面语会点样讲啊？系唔系吵闹定系咩？唔系啦，头两个字，第二个字咧系即系嗰阵时香港电台有一个星期日有个节目咧喺维园叫做城市咩坛啊？论坛咯。系啱啊。系啊。咁系。咩论咩呢即系论坛系文章定咩？系啦，咩论文？系咪论言文定咩第一个字，第一个字，争第一个字，乜嘢论文？唔紧要，唔紧要，下一题好唔好啊？系咯，唔知答案。系啊，呢度咁样，系啊，倾偈嗰啲咯，倾偈嗰啲咯。系啊，有冇听过呢个啊？议论文。系啊，啱啊，系啊，啱啊。Are you sorry in English？ 你唱嘅歌嚟嘅，三个字嘅，何嘉丽嘅。何嘉丽嘅，何嘉丽嘅。两种人。系啱啊，好，下一个。好，而家有请17号佳丽摄影仪，有请。咁我叫摄影仪啦，咁我今年就37岁啦，咁
唱呢首是兩種人的。未夠愛你，才會與你擁抱。就算開心，不要傾心得太早。唔該曬你。你覺得你成個人的優點同埋最靚的地方是咩？無聊嘅咧，講埋啲。痛著愛，笑著吻，你共我是兩種人。Are ye sorry? In English, I have six. Old cock, lah. Old cock, lah. Old cock, lah. Incorrect. No, no. I have six. Six dogs. 啱啊，啱啊，啱啊。好，好。Oh me. Oh my. Oh my. 啊，读错添。唔紧要。Six dogs， 即系咁样。系。Oh my six dogs， 咁咯。阿姨 sorry, in English. 阿姨 you don't like dogs, but you like...、You like 什麼、啊嗯、cat 咯。不是。咦那白兔你喜不喜歡啊？白兔英文是什麼阿姨？Are ye sorry in English? 这个是生日快乐的英文怎么说？ Happy birthday. 啱啦，耶！好简单。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差不多了。这个是一个英文字，有四个字母的。这个呢是那段时间疫情要上，还有我现在上网课都要用到这个的程式，什么名字？网上教学定咩？系啊，网上教学一个英文字嚟嘅，佢嗰个程式个英文名系咩啊？网上教学系咪 Instagram 咧？唔係 Instagram 係 IG po IG， 但佢係教學嘅，佢四個字嘅，即係例如唔係四個英文字母，即係例如咧有陣時你影相話想放大佢咧，你可以話咩大佢啊？你用做呢個手勢咧，你做乜咩大佢？放大英文，即系影相系 take picture 咯。系啊系啊，但系如果我想咩近咧，放近佢，那个英文系咩啊？近啊，系啊。近个英文系咪 D 咩？好似唔知咩啊？我唔记得个英文点做嘅，叫 D 咩？哦 distance， 再生个 distance， 放大佢，放近佢，那个放嗰英文我点样 put 啊？四个字母嘅，四个字母嘅，四个字母啊，系啊系啊，放大系个英文，唔紧要，不如我哋下一题啦，好唔好啊？系 zoom 啊 ，zoom 有冇听过啊？即系我网嗰度，系 zoom 大佢嘛 ，zoom 大佢嘛 ，zoom。Are ye sorry in English？ 阿姨你最喜欢啊呢、這个你上网去旅行，你平时都介绍话好平嘅喺嗰度订嘅。cheap 嗰个网啊，即系 cheap 嗰个网啊，即系 cheap 嗰个网啊，即系喺嗰个 cheap 嗰个网咧，喺 cheap 嗰个网。cheap 嗰个网啊，系叫咩咧？TRIP 啊，跟住后面佢系市咯。哦，唔系，佢系一个网址嚟嘅，叫 pop。系啊，啱啊，咁都估到。cheap 嚟嘅，叫 pop。Are ye sorry in English？ 阿提，寿司会有接入寿司咧，一贴嗰个卷嘅有阵时会放呢一只蔬菜落去嘅，呢个蔬菜一条条嘅。寿司放嗰啲一条条。系啦系啦，绿色嘅，咁你切开跟住可以卷埋嗰个寿司嗰啲叫咩？长形嘅。饭卷啊，夹喺饭中间，系一个蔬菜嘅种类嚟嘅。几个字咧？两个字。即系绿色嘅。蔬菜入边。系。硬嘅。硬噶。系。叫咩咧？唔知啊。嗰啲系即系你话个寿司入边夹蔬菜。系啊，第一隻字系一个颜色嚟嘅。系绿色。绿色、红橙、黄绿咩男子啊？青男子咯。系啦，咁青乜嘢咧？蔬菜。青瓜。青瓜。系啊，青瓜。就不必。
青瓜就不必青瓜阿姨 sorry in English 下一个这个是我其中一只狗嚟嘅，头先都有介绍过噶啦。咁啊，佢个名字三个字嘅，咁啊头两只字咧就系一个方向咯，第一个字。咁跟住头嗰两只字咧调翻转，可以系你知唔知有个圣经人物咧？嗰、那个咩红海嗰个咧？知唔知圣经人物过红海嗰个啊？红海啊？圣经即系嗰只狗啊？唔系，个名系类似嗰个圣经人物，嗰、那个名嘅头两个字调翻转咯。只虾饺，虾饺记唔记得佢系咩狗啊？虾饺。烧卖人，烧卖人，烧卖人。烧卖人。系咩啊？唔系虾饺，虾饺，虾饺佢嘅品种系咩啊？虾饺嘅品种系点心，点心，点心。点心。系咩啊？唔系唔系，下一题好唔好？下一题啦，好唔好啊？好，望一望个答案喺度，答案系呢个西摩犬，系啦系啦。西摩犬呢度有咩？有啊有啊，黑狗。好，呢一只首先呢一只，嗰只你知唔知佢系咩类型嘅狗啊？唔知啊。佢系西摩犬。系。系，佢个名叫做黑狗。有啊有啊，黑狗咁系咯，黑狗系啊。系啊系啊。阿姨 ，sorry， in English。好，下一个就是哦，一个香港好出名的男团，有十二个人的，叫咩名字？香港出名的男团，十二个人。个人啊？十二个人，即是几个字啊？一个英文名嚟噶，佢哋系全民造星咧 ，View TV 咧。是不是 Mila？ 是啊是啊，啱啊啱啊，好，俾我估到，俾我估到，俾我估到，好叻啊，好叻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阿姨。